啊，希望就来到咱的面头前。但是我来讲，咱在座的，咱举咱的手好唔好？来，向你亲爱的人讲，有你真好，有你上好。来，有你上好，有你上好。咱袂当讲，你不是我的人，咱都爱，我爱你。然后有种感觉，今仔日看到咱对台陆孤独来到遮，看到迄个电视哦，我流目屎。站在那个水下哦，站到这，特别唱，搁看到了过好多朋友边的，伫你遐靠远距离，我今麦人伫倒，我遐故事啊，都落啊，这就是咱的救星啦吼。无经过伊啊，我家在对着啊，就闪哦，伊个窗仔爱飞去就变了，那变起来伊就无干啦，对不对？来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啊，非常有影，是非常好的人啊。当今仔日最主要就是讲吼，咱这纪录片吼。您在座每一个人一定爱有一份，这个是世界纪录哦。那多少何瑞人讲，哎呦，我这个颜色头发不一样，我就闷的，哎，那么看起来，但是到尾仔的时候，你是哦，全世界美国人来到这头一个安尼哦，哦，我伊就开始压起来，今日咱是不是同款压起来？行路是要有风，啊，我同款，你那才开始。你就大声讲，哎、欸，我是台湾民政府，我是好，我是差。我太太讲哦，你笑的。我今仔日我提身份证甲伊讲，我唔是笑的老婆，我是正当台湾民政府，但是长期的唔忙。虽然我们为我们自己再次的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DVD 大家拢要记得哦，这为了吼未来的树立跟家传统 ，DVD 就是咱的历史故事。你来底，你一定爱看，就是恁老爸老母努力拍拼，今仔日咱后孙较有一个种的机会，这个是咱来用心的。再来，掏出厝内的牙签看卖，今仔日，吼、哦，恁吼、哦、一定爱参加上课，马上爱报名、哦。你今仔无参加，你就记得无去啊！啊，你会使无？对了吼，举手的马上向恁的首长来电击报名。咱这厝吼、哦、一定爱破阿个破百，啊，你破了超过100人，啊，你会使无？以前都是5、6站嘛吼，这回家一定爱100个人哦。所以举手的咱有看到，拢要有弄哦。但是无好过来报道袂使吼。哎、欸，台湾民政府即马做到遮，你阁无行出来，有影是更小哦。个人时间、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还是为自己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感谢，谢谢。感谢沙凯，关主民，你啥物做？你讲几波，你无讲啥物做？天管家是卑南族，下面家是太阳族。卑南啊，太阳族的合并。哎、欸，人讲混血啦吼，较优秀啦，果然无错。来，即摆呢有一个重头戏啊，就是咱的总理，本来是早起安排早起要讲吼，啊，就是早起吼，大家拢排甲满满满，啊，所以呢，总理吼，应该下晡才来讲。来，热烈掌声欢迎蔡总理。各位乡亲，各位贵宾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大家有必要中国共产党统治无？大家有必要中华民国继续统治无？咱若是无，咱若是不爱，咱就爱安怎？咱就爱建立咱家己的国家，建立咱家己的政府，对无？台湾民政府400年来第一个台湾政府，所以我才要甲大家讲，甲大家报告是安怎？咱去靖国神社参拜，是安怎？咱去这个天皇头前去甲伊参礼，然后伫遐做什么代志？然后结束了，收落去，咱要去做什么呀呢？头先我甲你问这两个问题，
就是咱的原因。过去咱伫秘书长甲何顾问的领导之下去过美国，成果非常丰硕，叫咱台湾民政府的三星，叫台湾政府身份证这个物件出来。美国方面，甲咱知道，咱第二步就是牵日本的手来，这边牵美国来，这边牵日本来，帮助咱本土台湾人建立咱家己台湾政府，以及刷落去要建立咱家己自治建国这个工程。所以这边去日本、日本行，意义非常重大。咱到位的时阵，第一天当然是瑞和所演练，第二天足甘心的。咱百五个人入去个靖国神社，头前百五位坐了满满，无一个空位，拄好足多，拄好百五位。日本的朋友徛在边啊，坐在边啊，后边还有几个空位，毋是正式的位，是后来日本的朋友才坐伫迄个所在。所以上讲，哎，大家昨昏旅途劳顿啊，可能小休困一下，下一杯滚水，下一杯茶。我感觉讲，时间足难得，台上至少要等一点半钟，甲两点钟的时间，予这个靖国神社的人员去安排，那要参拜一寡物件。我想这个时间足宝贵，我想要甲主席讲讲，包括主席。报告主席，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时间，请你给大家讲几句话？因为我都讲过，要讲啥？我请你给大家讲一些勉励话、鼓励话。你说好啦，我讲几句，爱就讲几句。我认为讲，咱不管在什么所在、在什么时阵，拢爱把握咱训练咱家己的机会。所以我伫迄个所在，希望以一个精神讲话。所以我邀请蔡明华副主席，邀请客户给咱报告，讲伫这个月以来，你安怎安排日本所有一切？然后，那么要求咱发言人第一给咱讲几句话，啊，甲国务司代表咱林秘书长讲话，甲何瑞元、何顾问咱即摆首席国务委员吼，甲咱讲几句话，哦，啊，然后我无看议长伫遐，我有请议长阁起来讲话，欸，所以咱阁邀请。那你，世宗庙法师哦，阿加这个雅虎哦，下得来讲话的时阵，哎，伊桌上带一挂日本的高阶来呢，哦，迄个油糟啊，哦，迄个靖国神社前任的这个总代啊，九十六岁啊，哦，啊伊来，伊足欢喜，看这么多人，啊，这么满。头前咱民政府的人员拢坐满满，坐到大家拢正正，我足好势。九十八位吼，伊是托个，迄是迄个卡多瓦气上九十八，啊，迄总代甲是九十六啊，哦，啊，九十六，伊就讲伊过去伫遮，伊过去啥物？参加太平洋战争，600万人去，倒来剩300万人，战死是300万人，即内底有咱台湾同胞啊。伊讲啊足感慨，伊讲啊足感慨，有人讲啊足感动的啊，说甲咱融为一体。所以吼，我嘛听啊足甘心的啦，听啊足甘心的。哦，啊，所以去搁再有一挂日本人过来讲，到尾啊有一个那个大概是尼西莫拉桑，伊本来想讲，啊那这人来拜靖国神社嘛真平常的啊，嘛无什么大代志啊，所以伊较慢来呢。啊，即嘛是讲哇，一碗碗呢，咱民政府人阁足顺时个啦，无我拢有帽花，即个西装衫，即拢阁放一个八字伫遮。啊，人大家即精神，迄当阵拢已经大家吼，你听演讲听拢伊个热情起来呢，伊嘛足感心个啦，伊嘛足感动啊，伊嘛出来讲话啦。我若无记唔着伊个84岁，安尼啊，哦，所以经过咱这个会场，拄好对9:10开始一直讲到差不多11点。入场，我足感谢咱迄个世宗庙法师啊！伊讲了话，予咱足感深、足感动的啊！啊，甲雅虎夏德、雅虎牧师，大家听起来雅虎牧师
十场咱就来个鼓掌。亚夫牧师讲的哦，大家你目屎拢练出来，不是干咱民政府的咱的同心练目屎，就是日本人玩的吃目屎啦。咱四宗妙法师讲了，就大家拢足甘心的，已经目屎已经在遮。结果亚夫下得一讲的时候，目屎拢练出来，大家拢提毛巾来吃目屎。日本人甲咱台湾同心完全徛伫同款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啊。啊，然后咱就渐渐两十二点就入去到内底的时吼，咱差不多百五个伫左边，这边差不多七八十个、六七十个日本的高阶层的议员、委员、者官员、右派者吼，甲咱侮辱、甲咱赞咱台湾民政府这的人啊，一部分是去甲咱迎接，咱落飞机时。差不多将近三百人啊，来甲咱迎接哦。这人那像这个，哈西高瓦上都无来啊，无来敬我神事，哦，朱纳科嘛无来，纳朱科嘛无来哈。哎，足侪无来，但是这个六七十人、七八十个这人啊，拢日本政界，哦，啊是讲战后仅存、硕果仅存这老年人啊，伊嘛赶快、赶快、赶快心情啊，来参拜这个敬我神事。哦，啊，咱就是会当讲，咱那个两个法师去上经，佮用日本上经，才互因感觉足甘心的啦。啊，咱用师傅伊嘛足认真个看啦。啊，最后是咱一个就排队，一个安尼排队入去内底参拜，规礼拜，甲恁经过拢创好势，规礼拜。你看迄个主持者嘛足甘心的安尼甲咱引导，啊，然后佮出去外口，一个人摕一个圣杯。新杯回来，安尼做纪念。所以经过迄天吼，早上的这个节目，我感觉讲足甘心的，这神杯食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你甲摕出来看吼、哦。啊，过来就食饭啊，食饭了，食饭中间咱讲话时，萨卡的讲遐话，互我目屎咧灭完。萨卡的，咱萨卡头先演讲的萨卡有话讲无？甲拍电话去。精神过来者，大家来继续，把咱原住民，把咱所有同胞，各山族的精神提出来，这就是咱的新杯，新杯每一个人一个做纪念，足好。下晡中昼时啊，咱食饭的时，讲遐话嘛，足甘心的。脚踏我去上讲遐话，脚踏我去上九十八岁，非常关心原住民呐，啊。啊，然后伊讲遐话，也足甘心的。大家每一个起来讲，拢足甲咱安尼，会使讲台湾精神、日本精神。各位唔知记哩无？我伫最后讲迄十几分钟、十一二分钟的时，我是足强烈强调，台湾人唔是中国人。中华民国唔是咱的国家。根据咱法理诉讼的结果，台湾是日属美占，哦，所以佮总结讲来讲，台湾人要是伫国际上属日本籍的，日本人听到就甘心。啊，咱要求啥？要求咱台湾本土台湾人，伫这六十几年来受中华民国的屠杀以后，咱希望日本的人要有这个了解，啊，用心。来关照台湾人这苦难的同胞，因台嘛足甘心的啊。孙连上甲讲，哎呦，你讲法这甜的心，伊唔知会当感受无？我就是要用这话，因的耳孔我都塞起来，对耳孔入去，甲灌注入去脑海内底。因我会记讲，迄天伫节目新社，初中你讲啥物话，对因啥物定型甲要求，这就是我讲遐话的目的。侨民嘛，甲咱的。150个同心做一个精神上的鼓励，这是迄天的情形。迄个波，咱的迄个记者会嘛，足热烈。虽然讲来的人四五个尔，但是吼，所问的问题拢是关键性的问题。特别迄个海亚市长林先生林春义吼，海亚市长伊是 NHK 的代表，问啊足详细。最后我甲迄个 ID 那里。台湾民众的公民身份证，迄、那个样章摕好看先，一直仔细看。我甲讲头前了看，阮本来是写台湾 identification card， 但美国希望美国要求咱
把 government 放在台湾后面，然后变成台湾 ID， 台湾的 TG ID， 对，台湾的台湾政府发行的这个身份证。啊，我另外一排是咱中华民国的迄、那个咱的国民身份证的号码，迄是美国旧中华民国荷兰这个号码。然后现在过来讲，后边有一个 USMG 是代表美国这个军事政府，过来的 TCG， 这个 TCG 就是讲咱台湾民政府，过来才是咱的 number， 真好3567的迄个 number， 迄个号码。我甲迄个海外市场做详细解说，伊嘛讲足稀罕的，足稀奇的。但伊讲啥？这跟 AIT 合理呢？那讲确实就是咱对 AIT 念出来，不是咱家己制造的，咱无迄个能力。在台湾制造这个卡，伊讲伊要来求证，足好。咱希望伊求证结果是确实的，伊就替咱写文章，替咱做功课。所以吼、哦，我讲讲这一次的那个记者会嘛是足成功的。另外两个人叫做这个哈基桑，啊，佫一个是这个那是什么？另外一个吼、哦，伊坐伫较上右边迄、那个。伊讲说吼，伊先建议讲，恁这个律师足好，但是阮一般人拢唔知，包括阮一般人唔知，讲台湾也是阮个呢。啊，所以这个情形，恁需要来这里说来做一个草根性的宣传，草根性的工作 ，grassroots 的迄个问题爱来做，咱嘛足赞成的，吼、哦。所以这就是咱后续要做的工课。迄天结束了，咱第二天去国会去参观，我曾经。去法国的参议会参观，在美国的时候，我也去美国的州政府内底议会参观。这边去日本的这个国会参观，才敢讲日本的文化这么精致，这么优秀。伊国会经过迄个设备、甲迄个规划、甲建筑，拢是一流的，拢是一流的。法国的参议会无遐尼水。美国的州议会嘛无遐水，我嘛较捌去美国国会的图书馆嘛无遐尼啊热度，七十几栋啊，要保持迄个真新的迄个风貌。所以咱去东京市议会的时阵，嘛足感谢哦，那三个议员来甲咱斗三工，正如头先曾元硕所讲的，游戏大赏这个议员，因为伊本来唔知要做啥。即摆知影讲，哦，有这个议题，台湾民政府甲台湾本土台湾人的要求，伊讲伊将来后半生要为这个代志来拍拼，所以咱嘛听足甘心的。迄是第二天，第三天，咱就入去要去迄个咱的国库，就是皇居啊，买皇居。我讲在咱足早就出发，所以咱8:10、20分的时候，咱到位摆伫迄个所在，佫足头前的，足头前的。但是吼、哦，拄开始的时候，日本的基层的警员讲，咱袂使摕迄个旗啊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把咱的旗啊拢叫咱摕去那车底，啊，所以那个我说哈啦吼，就是，伊是土下上的助理啊，哦，提两三百支的这日本旗来给咱，吼、哦，分给咱大家安尼，咱想无上少，咱嘛拿这个旗啊，啊，我把迄个咱的旗啊吼，摸起哩马术面顶的时候吼，啊，就开始走路过来的时候。讲会使哩，讲做会使行咱个旗啊，吼、哦，讲做这个基层的长官有去，甲伊上后边迄长官吼、哦，请示咱会使行咱个台湾民政府旗无？讲会使哩，哦，我来开去走去，马上也去甲迄个旗啊拢摸摸来，啊，就开始分分了大家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有足侪东西嘛，认真落去做这工作，啊，咱就开始旗啊分分了就入去啊，啊，过迄个马路过去的时，啊，有一个警察来甲咱维持秩序呢。啊，咱有一个东西嘛，足甘心的，一个太太的小姐，看到迄个警察啦吼，这呢服务态度真好，摕这个帕子吼，这个物件要送伊啊，啊，伊伫咱遮边，我要摕回，讲叫我摕回先，伊讲唔收啦，唔收，看伊佫走去做面，我佫摕伊讲，伊讲唔收啦，啊，结果这个还伫我遮，唔知对一个东西吼，他搞来领倒转去，这500块呢，吼、哦，我袂使佮私吞啦，啊、哦，所以我想足感谢这个咱的同心吼，啊。啊！伊讲那底下提出来讲叫我提回啊，哦，啊！我想讲本来就是要送予这个众议员甲参议员嘛，咱阁准备60个呢。啊，因为迄天众议员、参议员无开会，啊，拢无人来，
啊，所以咱就要送给这个下埔迄个其他的市议员啦。吼、哦，经过来讲吼，咱就是第二天的新都市，吼、哦，就把迄个牌子送出去啊。啊，所以咱伫迄个进入迄个黄区进行，落落等咱算人上侪，每一个团队内底，咱百五的算上侪啊，嘻嘻叫往前进，往前进的时候，啊，毋过因为有差一寡日本人吼，啊，咱郑老师甲。我咧讲话做人，是毋是咱较集中较集中诶？所以我从你头前行咧后边一直赶，后边啦较紧，因为迄个搜身检查，结果有人较慢入去内场嘛，啊，所以我就较紧，我走去后边一个甲吹讲，较紧走去头前，走去头前。结果我伫吹诶中间，有人走去头前，啊，我就去互人钱条，慢慢塞塞去头前，是哇，迄个入口诶情况是有警察来封起来。啊，所以咱大部分人过去迄边头，差不多120个、120个、120个、30个拢过去迄边头，要少数要落后，我包括伫内底，煞徛伫遐袂理智去啊！啊，所以等即边开会时，我看撞去的时吼，看往头前行，过迄个往村桥，过二丁桥的时，一直赶，才赶你上头前去啊！啊，我手嘛举足一支啊，啊哪行哪赶，就哪甲人讲，啊，就一直奔到真安内底的时，我都真到迄个咱蔡副主席的后边呢，我蔡副主席后边，结果。即我右边有三个少年的查囡仔，拄大学毕业无偌久尔。我讲恁是不是大学生？我唔是，因为阮已经吼毕业啊，咧做社科院啊，吼咧上班啊咧。啊，我旗仔会，因为啊这是啥物？咱的旗仔吼，我红红一空内底有台湾图。我甲伊讲，这红红一空就是大日本，啊台湾是大日本的一部分哈。错一条呢？吼、哦，错一条呢？我讲啊，我是阮爸爸、阮妈妈是日本人，所以我嘛是日本人啊。啊！啊你也是日本人，吼、哦，伊也安尼问咧吼、哦，啊，我就甲解释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讲中间的时候，有一个太太，听我安尼讲吼，我爱破日文啊，我三十几年前伫日本公司上班咧，迄当时学足侪日文，啊，即我足久无用，所以较无真顺利，但我用一半日文一半英文安尼解释，啊，太太就讲，我就要听咧，听咧讲真赞成，讲要甲土耳其啊，学伊规阵啊，搁甲土耳其啊，过来有一个是美国啊。这你讲少年的留学生嘛，吼、哦，留在日本留学的，讲啊，你讲啥，你唔要用英文讲看卖，到底你是安怎？只下这个鱼啊，我就甲解释用英文甲解释这个鱼啊意思。汪林美国人做的好事，就是因为你美国人，麦克阿瑟、杜鲁门搞错了，所以搞出今天中华民国占入台湾不放，啊嘞，占领台湾唔放，所以你们美国人要检讨，我就用英文甲解释一波。阿、啊、姨左边有一个日本人讲啊，我昨天前天有看到你的名片，讲个家人哦，这个人是总理大臣嘞，哇！所以迄太太休假拢一直来搞阿秋，拢一直来搞阿秋，足感心的。哎、欸，等于阿秋中间天皇出来，大家就万载万载，阿平一直画万载，咱这边一蔡明华一直画万岁万岁呢哦，哇！万载万载，我看到天皇，我足感动的，我想啥呢？啊，我想讲吼。假使若无太平洋战争，若无太平洋战争，咱的道路哪会慢慢开开？若无太平洋战争，咱每一个台湾人哪过啊遮艰苦？头先讲，捡起出来，拢台湾人，即摆自杀的嘛拢台湾人，找几位中国流亡难民上可怜的，无厝通住，来到遮拢住啥？住迄个破迄款 settlement。哦，就是讲咧 squatter settlement 的迄款的物件，对难民营的，结果因惊拢爬到咱头顶去啦。你看南京东路、民生东路遐眷村改建，美轮美奂。咱的国民主宰破格格，眷村改建的无一个无美轮美奂。眷村改建安尼改建，我做局长足清楚。因要改建以前，把这个土地的公告限值提高到什么？比市价高，假设一平本来公告地价、公告限值是一万块，啊，迄市价是十万块，伊就去调高到公告地限值是十万块，补偿的先是补偿14万块，伊若带30平的平价，就回410万，但过一挂就带50平，就回700万，回改建起来了，改建起来了，因就用遐钱去买遐厝，有够有村啊。然后当改建了时，伊嘛要卖厝的时，讲啊，别个即过即条路公告地价、公告限值是1万啊2万块，现在我着10万，即摆甲降落，刚刚拄仔甲降落。我参加地价评议委员会，
我做一个财政局长，我无得坚持讲，迄本来是恁要求10万的，即摆恁若要甲降到1万、2万，结果嘛是甲降落啊，无法度啊。因为咱虽然讲咱管定是咱的人咧做，但其他的人唔是管定，当去发落啊，议员替伊讲话啊，啊迄、那个。中国流亡难民的这个议员据理力争啊，你拿他没办法，还要把他改回来，还要免除的身上啦，不免去交土地增值税。天下间敢有这款的代志？这么不公平的代志。所以你要看，台湾真明显存在什么？占领价跟比占领价，通底价跟比通底价，咱怎做奴隶做60几年？所以哦，我看到天皇出来了，我足感慨，想一下我足感慨。足无公平代志，太多咧，这家伙咱没有办法接受，所以咱今日徛伫这个所在，就是希望讲伊较紧定，结束军事占领，较紧定。所以天皇出来，大家发满载满载的心，我目屎一直流出，一直流出。这三个小姐，看到讲大家拢天皇在要就位啊，啊，我过来跟我讲的是，我满脸都是眼泪，我无在发声，甲翕一张相。伊讲足稀罕的，足稀奇的，足感动的啊！所以结果来讲吼，我是感觉讲，迄天咱真正真正感受着讲，做一个本土台湾人的苦楚，因为咱终于找到咱的母国，咱应该有一个挖苦，但是目前才是拄开始尔尔，惊开要离开这个皇居，要离开天皇迄、那个住。大个所在，唔着落去啊，落山。我嘛继续看着少年人，我着家解说，几啊回，搁家解说。啊，大家听着嘛足兴奋，然后有一个微商，70出头岁，对后边来甲讲啥呢？甲讲你头先讲的拢真对，但可惜日本的少年人拢唔知。我是70外岁，我知。阮一群人拢咧讲，台湾要是属日本的，台湾人就是日本人的一份子安尼。哎、啊，你安尼讲足正确，我吼。欸、希望讲会当哦替恁伫这个我诶吼、哦、周边诶人拢来讲遮宣扬即款诶理论，伊看到今仔日咱台湾基地啊咧赢，伊感觉足甘心诶。啊，我本来回一张名片，伊佫讲伊要甲伊诶朋友讲诶时，我从名片簿摕出，规个车摕回10几张。伊讲你若有方便，你甲我诶名片分互你诶朋友看，啊，然后若有机会，我若过来日本。希望咱甲伊会当联络，咱就我就甲恁来做一场演讲，类似安尼。伊讲，诶、欸，若当甲即个物件摕来，吼、哦，基层来讲，足好。甲迄个记者会内底所讲的拢同款。日本人足需要人家提醒，咱这边去建国神社，甲去皇居的意义就是讲，互日本人知影讲，咱台湾现准时，吼、哦，要是属日本的，但是就是伫美国占领时啊，安尼尔尔。咱需要。日本这股力量来甲咱斗三江、斗帮战，所以这就是咱去日本啊参拜靖国神社，甲去甲天皇接收的真大意义伫遮。所以去咱要做啥物？所以去咱就希望讲到日本组织一个讲日台共同联盟。日台共同联盟，我倒来第一天吼、哦，就甲伊写一张批，甲遮朋友碎多写。人家讲，将来希望讲会当日本跟台湾加强联系，要有一个组织，一个 CORPS， 有目标的一个组织，有目标的一个组织来进行日台的交流。啊，希望日本人用钱、用力来跟咱斗三江。哦，因靠钱，咱台湾人做努力，拢去用白摄了了。像即摆，咱所用的钱落在一直人人个空空。哦、所以咱希望讲，大家有这个共同的心，尽量努力。我讲为了台湾未来子子孙孙的幸福，咱欠两年多，食饭教育嘛都要做落去啊、哦。所以后续的动作、后续的工作非常之多，所以咱需要解决人才。咱即摆现出来收分的，差不多1500人尔尔，今日来才1000人，过要是足济拢无受过分。我受过训的是，你脑海内底还一直想讲啊，民进党当选总统，就会当改变中华民国的体制，无可能。伊伫中华民国宪法内底，伫中华民国法律规定内底，
参加选举了，伊就是当选的时，是中华民国宪法面顶按着中华民国宪法做宣誓，伊宣誓了时，就是由中华民国体制管制，伊无迄个自由，那就过去。足侪人甲我讲，哦，你的指导教授，你认为先做总统啊？你会当做大官？我都唔敢想，因为太侪人唔知道中国的政治是安怎。你认为入去到迄个所在，入去到迄个蒋经国蒋家体制的时，就变蒋家的什么家臣呐、啊？伊若要做官，我甲伊定来当讲话。但伊做官了，我拢无多甲伊讲话，安怎讲？唔是我无爱甲伊讲，是伊无自由啊。伊伫迄个中华民国体，中华民国体制内底已经丧失某种程度的自由，所以就是做总统的时，伊电话都要窃听跟录音。安尼是啥物款呢？台湾人咧当家做主，蒋经国厉害就厉害，而且甲你认为啥物头前，互咱台湾人无意识的、无政治意识的台湾人，无政治斗争经验的台湾人。想当台湾人伫要做总统，就好就好，所以包括伫海外台独联盟，拢倒来参加选举。选举就是一个 trap， 就是一个陷阱，互你落落去，大家足热衷的，都唔知讲伊是非法的。所以咱今日足担心、足感谢，有遮侪人有觉醒，但是咱觉醒无够，咱要把咱所有觉醒、所有了解的代志，去讲予咱的厝边头尾、咱的亲戚朋友来了解，共同。大家来这受训，接受咱的法理论述的洗礼。当你接受这个洗礼了，你才知影讲，哦，台湾历史回到原点，原来我叫骗我了十当去啊！你才会觉醒，踏踏实实、真真正正的觉醒。那么争取的是真自由，不是假自由；那么争取是真民主，不是假民主。现出是假民主甲假自由。所以啊，希望咱大家各位，咱的贵宾。咱的同心，后续后续后续的责任非常重大。我今仔头敢讲千斤重，因咱要建立咱一个国家，把咱台湾建设做一个先进、进步、清气、无贪污、无腐化的政府，是非常的艰难困苦。所以这工作真济工作需要足济精英、足济人才来共同参与。我真烦恼，咱人才要是无够。所以吼、哦，咱希望大家认真正爱讲有迄个了解甲觉醒，普遍的觉醒，普遍的觉醒，才有法度甲台湾民政府按落去。普遍的觉醒，咱人才才会当浮出来，徛甲咱徛做伙，甲台湾民政府徛做伙，共同来奋斗。安尼好无？好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多谢蔡总理。刷了哈，咱真重要一个节目，就是要来发身份证。这个身份证呢，现主席已经送到咱的咱中央会馆，要来请咱的啊，这法务部法务大臣啊，那个曾总理、曾大臣上台，同时请咱七位州长啊上台来领这个身份证。这个身份证哦，爱向州长领，当然州长爱负责任，所有州长请您起来。所谓这个这位局，原住民，吴州长，你代表吗？啊，有没有代表？其他各州的台，台中州，台中州，啊，林州长，啊，这里，林州长，林州长。新德州，这是台北州的，原来台北州的。宜花东州，高雄州。原民州。万载。台南州，掌声已化作春泥的归途。哎，多谢你啦吼！啊，你来照美国的规定吼，爱因来亲自领取。
啊，那要不欠件，拜托迄个文件会当甲补，啊吼。啊，我都今日那我都安心补件的吼，原来是会发的吼，请把握时间啊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你有真情，我有心酸。咱最后一个节目，就是要请秘书长来甲咱报告，台湾最近，咱台湾民政府最近的情形，甲未来的展望，最近的发展，甲未来的展望，安好？好，谢谢。各位同志，各位同心，大家好。好。因为今日有超过三分之一啦，是过去唔捌来，算来宾啊。所以呢，我要讲法律、台湾地位的关系，予大家知影。台新要甲各位报告的，就是台湾民政府。在中华民国的体制，中华民国当局，还是台湾管理法内底，台湾 authority， 台湾当局啊，合不合法？各位，台湾民政府是100%完全合法。啊，你敢若拍破，你无甲问原因，敢会使？我甲各位讲，当然啦，有一个人知影，我嘛爱讲。台湾民政府是照国际战争法，照旧金山和平条约，照万国公法，照人权公法所规定、所成立的，由被占领地区的老百姓所组织的。民政府、平民政府，英语讲 civil government， 所以什么人都唔敢甲咱讲咱合法，因咱无合法。所以到今日为止，为2006年过美国到今日，我林志坚好好徛伫遮，逐天和大家咧讲话，无人敢甲我叮当啦。甚至中华民国的内政部嘛发公文。伊公文写啥？我相信你若来受训的人，你拢有看到迄份公文。伊讲台湾民政府不是非法组织，啊，那不是非法组织，当然是合法组织啊。美国的希拉蕊、国务卿、美国的总统，伫今年10月30日，伫海南都有讲，南海的问题当然包括台湾嘛，要照国际法来解决，不是你中国敢若讲，自古以来，台湾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，自古以来，啊那自古以来啊，我跟你讲，总统府嘛是阮家嘞，自古以来要有法律的关系啦，所以我差不多啊，有甲各位讲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不对？当然不对嘛。敢若人甲你讲，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的，这人不对。台湾是台湾人，台湾都不对嘛。所有权争一对，我伫法律上真简单，甲各位表示过。1995年4月17日，马关条约。日本人是讲下关条约，一开始就写得真清楚。大清大皇帝割让台湾甲台湾群岛和澎湖，割让哦，永远割让哦 ，forever， 永远割让哦 ，forever cede 哦，完全割让。好，什么人？日本天皇。啊，那边有日本政府
日本政府会使了，未使。日本天皇啊，伊是一个二元的一个国家，有皇帝的所在拢是安尼啦。所以总理只不过是天皇将管理权来交予总理，啊，总理才有取得权力来管台湾。所以你甲看，伊挂号日本天皇以后，日本天皇马上派任总督来管台湾，华山之计第一任的。但是你嘛爱知影呢？迄当阵美国有政府无？日本有政府无？有哦，日本嘛有首相哦。迄、那个首相会当来管台湾哦？未使，等于是日本的天皇将日本甲分做日本本土。啊，甲台湾这块土地，两个主体，两个不同的管理的定数啊。所以日本天皇有照国际法，在台湾1937年实施皇民化，然后在1945年4月7日宣布天皇诏书，在台湾这块土地来实施日本天皇诏书，就是让老百姓。拢都有享受到日本天皇伊个恩泽咧。当时公布34号个法律，讲你台湾人有参政权、甲参战权。各位，就是因为有这个参战权，你若毋是伊个国民，你无参加战争个权利。但是真奇怪呢，中华民国走来台湾，1949年。年底叫咱台湾去做兵，迄当阵台湾这块土地阿未旧金山和平条约阿未写呢。1941年1月12日，甲你宣布讲，所有的台湾人为今日开始变作中华民国国籍，讲集体规划，全世界国际法内底无集体规划这个条文啦。迄是甲你骗啊，但是台湾人迄当阵内心惊吓，战争拄啊失败。拄啊失败时阵，惊伊美军啊入来，甲你刣，甲你抢，所以有一个中国人来甲你讲哦，回归祖国的怀抱。那真正讲回归祖国的怀抱，你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大家甲你写哦清清楚楚讲，安尼台湾你交予中华民国，无啊？记录内底有讲，中华民国迄当阵向日本。因为迄当阵日本强占领嘛，美军马卡萨伫遐咧占领，伊甲日本讲，甲迄个中华民国代表，伫日本的代表甲讲，我为着台湾要管理方便，所以上强者的人拢变作我中华民国的国籍。后来1951年9月7日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签落，歹势，因为1951年9月7日签的时阵，中华民国已经流亡啊，已经唔是国家，当然。台湾这块土地无法度交予中华民国，啊，无交予中华民国。1952年4月28日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的时阵啊，台北合约签了。咱今日去摕到台湾，就摕中华民国的国籍，诶，迄个身份证啊，主要是这个台北合约啦，第10条啦。第十条写啥？因为占领的关系，所以日本人将台湾人。视为用目睭看的，看作伊是中华民国的国民。好在1979年，日本和中国建交，迄个时阵开始台北合约取消，所以我要来问日本，啊，你合约已经取消，啊，我台湾人的身份提到，因为。人权公约讲啊真清楚，每一个人，全世界每一个人拢爱有伊个国籍，袂当无国籍。啊嘛，第二15条之1甲15条之2，之二讲啥？所有政府袂当无代无志，将每一个人伊个国籍个身份啊，共提掉。日本足明显就违反，嘛即个人权公约内底个15条之2啊。所以各位。那真正甲伊拍官司啊，咱绝对赢伊啦！啊，日本人甲啥物时阵伊才知影？足歹势，差不多2-3个月前，咱的代表
派代表去日本，四五十个国会议员和咱开会的时阵啊，大家嘴啊拢开开开啦，啊，台湾还阁是日本天皇的，啊，阮哪拢唔知？咱将马关条约摕好看，将旧金山和平条约摕好看，大家忽然间啊恍然大悟。啊，但是问题还阁足多呢，唔是遮简单呢，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管辖权，所以日本政府已经放弃台湾的管辖权。台湾人要哪行？有资料，伫1950年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的以前，联合国对台湾的监督有讲六条，其中第五条讲要让咱台湾自治了。什么？你本来是的领土，日本的领土。各位，问题是发生在这啦。那阵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都未当割让；但是那殖民地，都一旦割让。台湾到底是殖民地，还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？清朝将台湾割让给日本，当然台湾是清朝的殖民地。伊若毋是殖民地，伊就未当割让。啊，今日谁来变成领土？其实台湾啊，和北海道同款。北海道本来是日本的殖民地呢，伊是爱奴族所拥有的土地啊，叫做北海道。迄大地，遐尔啊大地的土地啊，日本天皇大兴伫北海道实施皇民化。什么叫皇民化？就是讲日本的天皇要求住伫北海道遮的爱奴族的人先学日语。自己学到差不多，啊！伊甲帮忙建设各方面。到有一天，日本的天皇宣布，日本的诏书、日本宪法伫北海道实施，安尼变作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今日台湾的情形和北海道以前发生一模一样，所以日本人伫以前，伊有读战争法，伊有照战争法来咧做。伊当时1942年占领菲律宾的时阵啊，伊有实施占领法，所以今日日本伫1937年开始皇民化，皇民化以后，伫1945年4月7日实施日本天皇的诏书，啊了34号命令，各位千真万确，34号命令到今日日本政府无甲废止，所以呢，我非常有把握。100%，不是99%，100%，甲各位报告，台湾的地位绝对是还阁属日本皇帝的，政治伫底。美国有甲咱讲，我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，有无？有啦。马英九知影吗？伊知呢。马英九讲哦，我不可能出卖台湾主权，但是电视拢安尼讲一个，还都无讲啊。伊足清楚的，今日上届退的是咱家己退啊。其实中华民国伫咱台湾，伊是实施占领者，咱是变作被占领者，咱实际上就是被占领者。啊，被占领者，啊，家己唔知影讲是被占领，大家想讲要去做占领者，因为做占领者有福利啊，啊，不然选举有50块啊。头拄啊，蔡总理伊有讲啊，伊做财政部部长的时阵，你来看伊安怎家己。甲你钱，甲你乌掉，要甲你收买，还是讲要分互你钱？广告地价就提高，啊，即嘛互你了，搁提，搁降落来，各位拢总记在心上诶。但是有个人会讲呢，我爱甲各位讲哦，12月20日到12月24日，咱毋去日本，10月27日，美国国家安全代表。甲咱正式讲，伊讲即边恁去日本，美国的国务院、美国的国安局，拢总清清楚楚有做记录。当时伊讲恭喜恁台湾人行出第一步啊！各位，你若无讲伫咱遮哩上课，你不一定会来了解，会深深体会。但是我会当甲各位讲。台湾民政府，我甲你保证，
中华民国绝对袂甲你取缔。当然，我保证无准算啊。美国的 CIA 甲我保证啊，我甲问几啊摆呢？他咪讲，你讲我安尼一干干嘛，直接你行路，啊一干干你讲，安尼拢袂惊吗？我嘛是人呢，我嘛会惊，哪会袂惊？但是美国 CIA 正式讲，你放心，我 CIA 有甲中华民国讲过，所以我有甲试几啊摆，诶，果然无错呢。来遮上课，大家拢欢欢喜喜，含警察只啊位只拢唔敢入来，拢位只拢过过，甲你保护呢。各位，你爱家己拍拖啊啦！台湾民政府听好清楚哦，唔是台湾政府哦。我今嘛知影吼，即嘛有真侪人哦，哦，行了超过呢，行足紧的呢，我用行用飞呢。开始就砍板就给卡起来，台湾政府，这是法律上是不合法的。第一，中华民国嘛是袂使。假如讲台湾民政府合法，台湾民政府的顶管是啥物人？美国军事政府。啊，台湾政府的顶管是啥？无人啊！啊，无人，你即马摆个卡出来，我讲中华民国国安局来找你，我跟你讲。所以即马还阁袂当用台湾。政府这四字挂做看板的挂，叫起讲来。即摆身份证顶管写台湾政府，无唔对，我冇惊到呢。但是美国国安局甲我讲的，伊讲 Roger 改，安怎改？本来咱写台湾，伊讲台湾 government 台湾政府，所以咱即摆身份证这一千张，内底就是台湾政府。各位。今日非常欢喜，台湾政府公民身份证已经发到各位啦。过来，你嘛搁听清楚，你即摆摕到真欢喜，对不对？他带总理有讲，你若摕到马上飞机个坐哩，就要美国呢，未使安尼呢。台湾民政府爱和美国的有关单位啊，搁再协商，搁签约。伊叫咱做，咱做，但是你想看卖啊？美国最近的 AIT 宣布讲，中华民国的护照，伊讲是免签证国。我甲看迄个美国发表迄个原文啊，从来就没有免签证国啦，伊是干呐讲免签证计划。啊，这个中华民国的媒体甲变作免签证国啦，伊就爱做国家的啦，可惜伊无得做国家。台湾民政才有可能啊！我跟你讲，美国的宣布是伫为咱台湾民政府宣布的哦。我跟你讲的原因，你听清楚。美国伊讲要免签证，你想嘛？几个月前，三四个月前 ，AIT 才宣布讲金门马祖是中华民国的。啊，若讲中华民国的护照会当去美国免签证，我跟你讲，金门马祖。啊，唔着我那是迄款护照，我比美国会使哩吗 ？No， 我阁甲各位讲秘密的，我讲这个话我负责任。美国的国安局、美国的司法部，伊讲，我无要甲签中华民国护照免签证，入去台湾，入去美国啦。这两个单位若无要签哦，无可能啊！我大声直接讲，绝对无可能。美国。伊刚宣布这个原因是对，伊是恁帮忙马英九啦。你会感觉真奇怪，啊，奈袂帮忙蔡英文？蔡英文去访问美国的时阵，咱的媒体拢发表，蔡英文啊，有史以来台湾人头一摆入去美国的国防部，有讲这条无？我甲讲伊讲，美国国关局甲我讲啊，足清楚。蔡英文没有进到国防部，是入去国会地库办公室，两个人和蔡英文讲两点钟久，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和咱民政府在联络的人，安尼够唔对？所以各位，蔡英文你甲伊讲内底有讲一句话，伊讲中华民国是帝王政府，吼、哦，美国足欢喜的呢。哦，好不容易啊！啊，你这民进党已经知影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啦，但是无想到讲十月十一啊，
蔡英文伫高雄劳工中心讲一句话啊，伊讲啥？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，中华民国是台湾政府。我感觉美国真正秘密，不是干那甲我讲哦，含咱个主力代表蔡英文嘛，甲美国嘛，甲蔡英文嘛有讲个。美国含咱个见面人，话全三字经全吐出来，伊讲哦，蔡英文绝对袂调，你甲我讲。敢若亲像四年前谢长廷啊，美国国安局甲我讲的时阵，伊讲我们对谢长廷不信任。我讲伊这台湾人，你来不信任？原来谢长廷去的时阵，七八个人来 interview， 来面谈。谢长廷坐落去甲讲啥？阮台湾要独立，阮台湾人民家己要建立家己的国家。七八个拢无爱甲伊应话。来甲我讲，是安那？迄当阵来甲我讲，因为2006年十月二日过美国以后啊，美国的五个单位啊开始甲咱联络。当然你会讲啊，啊那干拢甲你林郑一个人咧联络，啊拢无咧甲阮其他人联络，有啦。即马嘛会含咱的蔡明华联络啦，即马嘛会含咱的日本的代表，咱的主席联络啦。较卖讲哦，每一摆。甲我联络啊！我一人讲咧，拢我一人咧唱独角戏。你想看卖啊？我头脑无遐好啊！我今日写遮尔啊侪文章，研究遮尔啊清楚。啊，那以前遮台湾读国际法，拢袂晓研究吗？伊会晓研究，但是啥？伊无资料啦。特别讲，自从过美国以后啊，美国的国务院一寡国家机密档案啊。开始源源不断提供给我，但是提供给你嘛无效呢。迄原文呢？迄原文哦，差不多两个人来管呢。你干人看遐原文，我甲你保证，你目睭看到脱汤，还是好佳哉。我即摆食饱营营，干你读册尔。啊，所以读册为重点，啊则提出来，啊则用战争法，因为吼、哦，我是读战争法。今日台湾的地位啊！你若无用战争法去甲说明啊，我甲各位讲，未成啊。读一般的国际法来讲这个台湾的地位啊，讲六成尔尔啦，讲到遐就吐掉，讲遐就吐掉。所以才有人会甲你讲啊，台湾因为总统选举啊，民主选举逐渐演变为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全世界无这种的法律。敢若亲像讲，我去住恁家。我若甲你带六十担，恁家会变作我的无？会无？会啊袂？当然嘛袂。啊，若讲带恁家六十担，袂当变作恁家的，会变作我的。啊，你中华民国一只六十担，会当变作中华民国的无？嘛是袂嘛。是足简单的道理呢。啊，流氓政府袂当就地合法，这是国际法规定的啊。啊，袂当就地合法，所以你经过选举有效无？无效。我一只大胆预测，蔡英文会输几票？听清楚，80万呐，80万呐，你人心机关，你若遐准，你也看，你若要去甲人插赌的吼，会当去插，我甲你讲，你会赢啦，因为顶年单水币。你拼的时阵啊，赢偌济？赢2万6千啊，几票尔？较无到3万呐。我甲你讲 ，CIA 老早就甲我讲，3万票，票开出来2万多票。美国的 CIA 伫台湾有偌济人？2000多人。所以各位，你今日摕着身份证，你唔通明仔就去美国。我再讲一摆啊！你摕着身份证，袂当明仔就去美国。当然啦、啊，你去美国哦，无代志啊，但是无一定会予你入去啦。你卖抢先啦、啊，一定要经过差不多两个月左右啊，予咱民政府和美国的有关单位啊签字，爱签约好以后啊，你才去。
今日美国咧宣布中华民国免签证啊，是伫帮忙马英九，选举了就无去啊啦。你来看有影无影啦？因为国安局甲我讲啊，因为司法部啊，司法部奈未准你敢知？因为2006年，我含这228去甲告啊，你袂记得吗？啊，即马告咧，甲个司法部伊敢敢敢甲签？当然唔敢嘛，伊若签我都无法告啊。即马美国上较惊咱，你知影？所有组织，敢若惊咱尔尔，是安怎？即马定定拢会讲个，哎、欸，啊你搁未要告啥？告啥？我嘛要甲你讲，我要甲告两项啊。第一，你判我讲我台湾人，生活伫政治炼狱、政治炼狱，我就是代表啊。即边大家欢欢喜去日本，我也无去啊。是安怎？我也无去，我无护照啊。啊，美国讲，啊，你也歪去申请。我讲，哎、欸，啊，这都唔是我的国家，我咧请啥？你笑到要害。所以呢，实在讲吼，无摕着这个护照，我嘛真艰苦呢。啊，所以我是生活政治炼狱啦。所以我甲美国即摆刚刚甲靠腰啦。我讲我生活在政治炼狱，你家己讲的，你要赶快帮我解决。啊，所以美国有好讲的，那我们来想办法看看。啊，伊讲要想办法，要想什么办法？伊讲我叫 AIT 来发一个证件给你，够伊啊。AIT 的对口单位不是咱呢。AIT 的对口单位是什么人？中华民国啦。咱的对口单位是什么人？美国的国防部啦，甲国家安全啦，甲 CIA 啦，三票对一票。他咪讲国民对咱无好，国民现主席你讲的，即马现主席 AIT 啊，我听你讲哦，伊只敢输啦，伊只阶级拢足低，你知唔知？内湖那完成啊，内湖那完成的时阵啊，现主席美国的这个内湖的这官员啊，拢总是美国。你若讲这官员分做5级啊，1、2、3、4、5啊，第一级的即马伫申请要来台湾，现主席的 AIT 的级数是啥？第5级的，过去是无人要来。但是我甲你讲这个话，我负责任。你会甲问讲？内湖当时的完成，坦白讲啊，去年美国有经济方面有一寡困难，但是伊经济虽然困难，内湖这个所在会变作东南亚军事指挥中心，伊的内底的下骹三站拢已经起好啊，而且顶管个直升机的降落场，各位。美国有真做真侪代志，拢渐渐歪讲了。自从咱这个论述出来以后啊，中国唔捌搁再发表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一摆都无，一摆都无。现在拍波啊，爱拍较大力的啦，这真好啊！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咱有足侪观念哦，你若无改，你会害呢。6月29，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《ECFA》。6月30，美军第七舰队离开台湾36年以后，头一摆伫左营登陆。美国几摆呢？所以这个埃克法在政治上的意义是啥？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解，啊，若和解，你中华民国会当回去啊？咱的要求啦。当然啦、啊，你若讲无回，较紧回的吼，这埃克法对台湾吼，嘛有伤害呢？啊，哪伤害？农产品妥妥嘞，中国人做工敢那免钱的嘞。共产党嘛，所以伊个农产物足俗个嘛，虽然足歹足俗个嘛，大量咧甲你转来下等个台湾嘛，啊台湾个农民你看到处去烧耕个，台湾个农民做3季，日本个农民做1季，台湾农民做3季无饭好食，毋是种伤济，
就是政务，这拢是后摆台湾民政府爱做的工课。各位，我有甲美国讲，这款的日子爱愈紧愈好，台湾民政府一定要来执政啊，对不对？嗯、要执政，哪种是天皇的制度，都无选总统啊呢？干来选啥？总理尔呢？啊，参议员开始嘛无选呢？你台湾人爱选众议员，互你选。众议员去选的时阵，嘛袂当是这种的选法呢？什么？你一票就五十块？台湾人啊，戆到哈遐尔啊戆啊！你以新人口去甲当票，爱搁摕五十块？唔是你摕呢？那咱的办选举吼，你来当票的，互你五百块，行后天啊，好唔？安不对，你唔是登落去，伊有条无条呐？有五趴以上，伊就摕五十块。看到贵全世界真正无这种的啦。恁拢唔知影吗？恁知影，但是恁唔知影，恁伊过去去用剥削惯势啊，用剥削了，你都唔知影讲，啊，着五十块，互伊着运动的啊。你想看卖啊？伊若摕五百万票，五十块就偌济，两亿五千万呢。你甲当票，你都要摕钱给伊。遐人吼、哦，会伫后壁你来想讲，你啊，遐人推下面来当票我。全世界无一个国家的选举制度是安尼啦，真正无啦。我甲美国讲这个代志，就美国讲吼，干么样？你台湾哪有遐戆？我在后壁我唔敢讲，我台湾人真正在戆的。啊，所以。这政治，政治输啦，都直直跟你讲，你有爱台湾无？有无？你就爱当票我。你若无当票我，你就表示无爱台湾啦。各位，这款话咱听足多呢。刚刚头拄啊，郑州长你讲，为二十年以前就听，讲还搁你听呢。你无够合作啦，你无够合作，台湾人无够合作。你二八手牵手。我妈妈八十几岁嘛，叫阮去甲牵去呢。大家嘛足合作个呀，啊足团结个呀。你行路，近半五十万人、几十万人，行到脚凉要断去啊，同款你着功夫啊。各位，行啦还好，啊较巧。因为小等下吼，咱这个酒店吼，爱发这个身份证给各位个。我爱佫讲一摆，你爱给我时间。两个月到三个月内底，咱会和美国签。签以后，美国现准是吼，美国的国家是安尼啦吼。国务院，国务院这个单位对咱无好啦。这个单位啊，惊麻烦。对谁较好？对中华民国较好。啊，中华民国谁啊对伊较好？坦白讲啊，这是宋美龄。这个宋美龄啊，生了也水。啊，英语也足够讲的，啊足够使呢，啊去甲美国骗钱刷入去吼，摕国疆的物件甲倒地要再送伊，所以因一直要甲维护中华民国，但是要维护有法度无？无可能，安那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，所以依咱的论述，咱是全台湾各地，所以我虽然讲咱的进度无量较慢，但是一定会成功啊！美国有甲咱讲，希望恁台湾民政府研训班爱训练四千名，四千名啥？爱做人才的储备。这四千个真有可能会甲你派你去做政务官。所以后摆你唔相信，咱若接到政权，迄独派讲，咱共派哦，我嘛要分，我拢要分一撮啊。我已经打拼台湾，打拼遐久啊咧，啊，未当讲恁台湾民政府拢官位拢占了咧，啊，恁拢无分互阮。各位，会记你也甲讲，歹势吼，你行甲我行的路无同款啊，你是独立的，台湾敢有独立的问题？台湾要向啥物人宣布独立？无嘛，台湾毋是任何人独立的意思啥，两个物件夹做伙拆开。
啊向对方宣布我要独立。敢若恁后生离开你结婚，要搬去外口住，爱向你安那宣布呢？恁后生若无甲你宣布，你敢要同意？你袂同意啦。恁后生若甲你宣布，讲我要独立，我要结婚，啊，要搬去外口住，同款的情形啦。台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无属日本，无属中国，无属美国，所以台湾要向什么人宣布？所以美国又宣布，台独代表战争。这个战争是啥？美国要甲你拍。咱台湾到今日为止，是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。美国有一个判例，1853年。Cross 对 Harrison 的判例，伊内底讲啊真清楚，就是和平条约生效，无代表军事政府占领结束。军事政府若要结束，爱美国通过，终于通过相关的法律，还是美国的总统来宣布。到今日为止，美国总统无宣布，美国的参议无宣布。所以呢，咱今日艰苦的所在，就是讲，咱是照国际法咧行。咱是照完全100%的国际法、战争法来。什么叫战争法？我甲各位讲五个物件啦。第一，海牙第四公约；第二，日内瓦和平公约；第三，红十字会总章程内底有关战争的部分；第四，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；第五，就是美国。野战手册，陆军野战手册，那3000几条的规定，所以要总结这些物件，才会当变作战争法。所以呢，咱民政府要甲各位讲，咱这期的授婚是伫明仔是1月份，1月份的7、6、7、7、8，这是今年度最后的一期，23期。啊，若23期参加无到的，就要变作2月份，2月3、4、5、3、4、5，这是24期，这是咱的以后拢种同款，每2个月、2礼拜一期，2礼拜一期，咱爱训练到4000名的时阵，叫我都来休困。这是咱台湾民政府当时呢，啊，希望讲各位啊，你会当来了解台湾民政府的苦心。坦白讲哦，咱无接受外援。有人讲哦，奇怪，真侪独派拢甲我讲咧，奇怪，恁办遐尔啊侪活动啊，恁个是为倒来？咱个是为倒来？为在座各位嘛。所以今日今日，你若无去报道，你若无迄个1000块，咱足侪代志拢无做。恁请各位，你今物坐伫这个所在。敢袂感觉真艰苦，歪曲不平啊！啊，搁下骹后水啦！啊，所以各位拢真甘心啊，啊，袂嫌嘞！啊，所以呢，你像讲今日这个1500、500块，咱也有剩，咱就要来想讲这个所在要甲拍淡啊干，因为咱民政府有一个规定啊，凡是贪污的吼，爱判死刑啊！所以这边吼，咱去日本5天加4晚。你有去日本的，你家己大声来讲，你有介意无？带甲足好，咋足好诶？上少你的体重拢3公斤到5公斤。他拄啊吼，我讲你歹势啦吼。何瑞云太太甲我讲，啊，会嗨啦，何瑞云加5公斤啦、啊。伊讲哦，何瑞云我要交你，下摆你若含伊斗阵，若袂当互伊食物件，可以。这边哦，他们讲哦，所有的跟我讲的，咱的迄个潘良华潘，迄个副主席哦，伊讲哦，伊今要来遮的时阵哦，迄个啊，都碰身衫穿落哦，啊，因太太讲，哎呀，巴肚哪有面相甲拍，啊，一甲拍讲，啊，我是有在定的呢，减3公斤呢。去日本哦，大足好，大5、6天，逐顿拢食到有够好，才开偌济，35000。啊，若同这个时间，你来看新闻，迄、那个。在那个 Christmas 的时候要6万块，因为台湾民政府没人敢贪污的。当时呢，咱现在有做那个西装制服，一件衫2条裤收多少？5000块，没人敢贪污。所以
你有去日本无去日本拢无要紧，你嘛会当去做。哦，啊未做有做诶吼，啊无够钱，诶你会叫咧？我无钱我哪存诶？所以他拄啊吼，他拄啊啥物人？迄个何州长啊，叫我讲都爱继续送帽啊。吼，我送帽啊吼，我拢食馒头啊咧。啊，若搁插落去吼，我含馒头都无通食啦，我有甲你骗。所以呢，我甲送到十九期尔啦，因为实在是吼无法度，因为你是印这物件，恁印这物。敢有出钱？无啊，拢是在酒店啦。所以做酒店，你茫看做酒店真，你真介意呢？你来做讲，三五下我来看下无钱啊，将出一万。所以吼、哦，真艰苦啦。啊，所以呢，应该缴的费你爱缴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卖来占民间会便宜，你讲好唔好？叫你细声呢，好唔好啊？好。拜托的吼，啊，这非常的要紧。其实。虽然是安尼讲吼，咱嘛真快乐个所在啦。咱这个山是咱个游神吼提供个啦。顶关你若后摆来，你若准是咱个仙员啊，你有摕一块牌啊，你会当来遮带面子。哦，一块牌啊，这民宿拢面子，但是吼、哦，食饭爱钱啦嘿。哦，食饭爱钱，毋是拢免啦吼。民政府毋是迄个啥物安尼无限供应啦。啊，美国，伊讲啊，你美国奈无钱互恁？我甲你讲，美国有讲要互咱钱嘛？有。问题伫倒？咱民政府规个组织还没有最后完成，咱的尸体甲抗体这个部分的人数啊，还未摆好啦。我相信这个人数若摆好的时阵啊，美国的乌蝇就到伊啦。啊，这个歹做呢。因为你的派出所对民政府有关系啦，因为是咱这么多人在这，其实中国国民党也有派人来在这啦，含咱这边去日本也有给你派啦，但是咱的节目、咱的讲话都公开啦，欢迎录影，只不过是讲除了原住民甲日本台，咱同意伊来录影，其他台不爱给伊录像啦，因这足要求的，录影以后吼，拢给你切。七七节吼，伊上介意听诶。哦，我怎啊讲中华民爱甲推翻，因中华民国推翻中华民国安尼啦，啊，剩诶拢无爱甲你讲，所以就是要求啊，所以讲关系不要，我们谢绝，我无爱互人甲咱乌白切。咱有一个法律，咱毋是伫中共生效诶呢。咱今日你行诶路是完全健康，我甲各位讲，你收着知影，你妥收着知影，即间厝若是你诶。法院给你判决，讲这间厝是你的，我就请问，什么人我都给你请？警察来给你围，有效无？无效。叫黑道的来，有效无？无效。什么人都无效啦。就是你有所有权证的时阵呐、啊，你讲话就会大声。今日咱台湾人欠一份身份呐，我们没有身份。所以，2009年美国判决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。其实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吼，表示讲台湾人没有效忠的对象。诶，还佫一个人嘛无国籍，你知唔知？日本天皇诶，日本天皇无国籍，你知唔知？知影你举手我看。日本天皇无国籍，哦好，手放啊，你拢有受过训，你看无受训甲有受训差遮侪啦，对不对？无受训甲有受训，日本天皇无国籍，咱起码甲日本天皇同款，我甲日本人开玩笑。喂，你后摆叫我天皇呢？因为想要叫你天皇，啊，你本天皇无国籍，我嘛无国籍啊。咱本土台湾人无国籍。第二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，即马吼推下面呢，才讲我是中华民国的政府。中华民国是占领者，伊是流亡的占领者，所以台湾管理会甲讲台湾 authority， 台湾当局，会记哩哈？中华民国叫做台湾当局。咱台湾民政府后摆接一政权叫做台湾政府啊，台湾政府你等咱啦。第三，美国讲，看你即种看你讲的啊，伊讲哦，你台湾人生活伫政治的炼狱，啊，上好代表就是我啊，我都无护照啊，所以我袂当去日本啊。你讲可怜无？有无？遮细声的无同情心的，我有可怜无？来啦，讲给美国听啦。第四点真重要，美国的法院甲行政单位讲，恁行政单位爱帮忙执行原告，
尤其是人权方面，所以美国才会在九月七八，去年九月七八，在华盛顿 DC 结的黑蓝色酒会，酒会时五个单位拢来呢，名片我拢有啊，国务院、国防部、国家安全会议、司法部，甲这个 CIA 五个单位拢来，啊，而且 CIA 啊派七八个呢，甲咱保护，啊，因遐去参加拢唔知影。落尾啊，因回来的时阵我咧甲因讲啊，因安那安那，因拢惊一个，哎，啊，你也无记得在 ，CIA 你来甲我讲，对头甲伊对到尾，这是美国的做法，啊，美国真侪在未当讲，但是虽然未当讲，伊拍拼有在做，所以过来，伫十一月二啦，旧年啦吼，替咱台湾民政府正式成立内阁，啊，甲参议院，所以即卖各州伫争取人事啊。实在讲吼，是正确的。但是你莫干那清楚尔呢，干那清楚做诶吼，安怎一刀切诶等，等啊，接着政权我要做官，未使安尼啦。这无嘛有一寡付出啦，是讲咱诶论述爱去甲人讲，我无叫你做啥，我无叫你去压刀压枪啊。我们不是武装革命分子呢，我甲你头讲啊，今年啊，奥巴马有派伊小弟啊，新诶小弟啦。来台湾啊，和咱这个政府，咱的迄个高层啊、居民啊，啊，我袂当讲高层，我高层去给恁害着。恁遐有人哦，每摆来讲高层，其实没有高层啊，台湾没有，咱民政府没有高层啊，就是咱这个干部吼、哦、来甲恁翕。啊，翕了后，我甲恁谈问讲，哎，啊，有啥物感觉？伊讲哦，哎 ，Roger， 恁这群人哦，看起来哦，唔是欢迎的，大家拢看起来拢足斯文的，我当然嘛足斯文，我拢读册，我用法律啊。我唔是要夹刀要夹枪，甲你结咧，因为台湾人无可能夹刀夹枪甲伊结啦，话大声有啦，一寡独派吼，我甲你拼拼命，你拼我看，卖骗啦，用法律就好啦，对不对啊？法律清清爽爽啊，对不对？知影这个论述，我讲单顾你的，我讲这句话就对啊，单顾你的啦，那这间厝就是我的啊。啊，无你是安怎？你总有一天，你中华民国无离开。其实中华民国的高层，迄个正港高层，因拢足清楚的。尤其是马英九，非常清楚。马英九的身份到底是啥？伊绿卡。美国CIA甲我讲的，中华民国无人甲告，干那我甲告尔啦。CIA就来甲我讲。所以你甲看，是安拢美国这边要帮忙马英九，我爱帮忙蔡英文，因为蔡英文你甲看伊的论述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这是要独立嘛？啊，若独立，美国安那爱派兵啊，啊若派兵啊爱牺牲人啊，啊牺牲人安那美国人啊会损失啊，所以会变成麻烦制造者。陈水扁先生用另一关，我去甲看四摆。有一摆，其中有一摆，就是我甲伊帮忙去甲告美国的军事政府，你会记得无？会记得无？会啦吼。告一摆的时阵啊，陈水扁甲我讲，伊讲林郑，啊你这论文奈歹较早写，我足早就写啊，是你家己歹看的。伊本来要写台湾地位，落尾伊歪写，伊我写了了。册拢有给伊，我甲你讲保证，我算够读册啦。我甲你保证讲，我所讲的这个论述，伫全世界来讲，绝对100%正确。无人有法度来超过啊啦，因为这是固定的啦。所以我常你讲，包括咱现主席生活伫台湾，在读文组的、读法律的。那真查法律的要来查见证官哦，我感觉真困难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是较介意讲哦，爱有逻辑，爱有迄个充分的逻辑概念，他理工科的来查见证官哦，比较完全。杜勒斯因阿公，一个是写《马关条约》，一个写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，非常了不起。因所写的遐话内底啊，真正拢没有缺点。因为今日吼，我知影讲各位等下要搁领身份证嘛吼，
啊，我时间也莫拖伤久。啊，今日呢，非常的感谢各位来。啊，虽然这个场所这么歹，吼、哦，啊，爱家己检讨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不过你若准会当来替这个涂骹吼，我若来倒出一块啊，迄个啊，做淡仔仔嘛袂歹呢，吼、哦。啊，当然是淡仔仔无一块啦，吼、哦。迄个。我唔知咩啊，因为咱将来冇共无款啦，我嘛无希望无款啦，干那希望你来加入咱的民政府就好啦，吼、哦，加入民政府，啊加入民政来受训，吼、哦，啊咱绝对袂贪污，贪污这两字伫民政府内底绝对没有，啊所以呢，今日吼、哦，要到这个所在，但是要结束以前吼、哦，我要希望咱大家拢站起来合唱一条歌《福尔摩沙我的爱》，好唔好？咱来请。地球长，哎，这条歌，咱来做咱哎，今日要来结束的哎，以前哎，地球长。那知影的吼，会晓唱的吼，较大声的，好唔好？哎，各位大家好哈，咱伫这回去日本，等咱伫街道。在广场的时阵，咱唱出《福尔摩沙颂》的时阵，也是伫东京都议会，遐个人有个人听甲会流目屎，因为这首歌是实在是好听。咱大家同齐来甲吟唱，用咱的感情来甲唱出来。我先起吼，啊，咱大家都同齐吼。游啊游啊游，修啊修，永远抱着美丽梦。来，我摩沙拉的梦，拉的爱，亲像海。非常多谢，非常谢谢哦。啊，即摆国酒吼，找酒长，找酒长。啊，国酒有要宣布讲，恁要提啥物只个法无？恁无吼，恁要提啥物只法就对。好，咱感谢这个秘书长，甲咱做件精彩的报告。即摆吼，大家站起来先吼，要等于内底提这个 ID 身份证，啊，伊遐拢炸入去。早起来，你个塔都迄个啥，咱食饭个餐厅遐，多谢大家帮忙吼。每一个人个伊个早起啊，就味道，一人早起食安尼吼，吼较袂遐重吼。啊，早起来底，啊，迄可能迄个食饭厅，可能食饭厅所在，
迄内底的义工，甲大家指导一下。放入去食饭遐，甲塔都壁边遐吼。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麻烦姐哈，还有原住民的哈，原住民身份证取领是在这个地方，好不好？在我的右手边哈，原住民部分的，这边谢谢，这边。心情多久